小球就是最近有要开巡回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，10月29号是在香港开，之前3月份的，然后接下来12月会去大陆一趟。哦，12月份吗？12月，那所以11月、12月，我也自己也不太清楚。11月、12月，差不多。有小球的粉丝应该都知道吧？如果不知道的，应该要去小球的粉丝专页看一下吧。粉专，大家可以去粉专按一下赞。好，现在应该要把手机拿出来了吧？手机拿出来应该按一下赞了吧？如果现在还不知道到底，就是会不会觉得按赞很？就是很可惜，就先不要按，等一下听完歌再决定要不要按，都是可以的。还有这样的吗？对，我们就是以客人为主。真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就是我是建议，就是大家不用，连小球的音乐先不用听，就可以先按赞。这么好？真的，我真的听太多歌了，我真的听你太多歌了。哪一首？而且因为我很有。心之所向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这样 cue 到我了，有点害怕。好，那差不多了吗？应该还没好吧？你好了、哦，这么快？我们还想多聊一点。哦，好。那我想问，就是因为刚刚只有前面的人听得到你的名字，后面的人可能听不到。你要不要真的就是介绍一下你的？哎，今天不是要介绍小球吗？怎么会介绍到我去了呢？那我的名字被念很多遍啊，很。大家好，我是丽文，这样可以吗？今天都会很辛苦，就采访一整天这样。就访问一整天，就是会紧张一些些。不要紧张，反正现在下面谁我也看不见。我就不信大家站在这边，然后跟大明星讲话不会紧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超紧张的？我现在脚在抖哎、欸，我是哪部分？这样抖。好啦，反正今天就是很开心，可以来这边跟你们一起，就是陪度过这样子的夜晚。而且今天月亮真的是，哎，不见了、哦，月亮在那边，月亮在这边。哦，真的，你真的，对，不要指它，要不然耳朵会不见。对，不能指它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小那个时间还给小球了啦，大家欣赏一下他的音乐吧，掌声欢迎。谢谢。我其实很想知道，到底到哪个界限有人呢、啊？哎，看到了啊！有，谢谢大哥。好，哎，很多人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来等接下来的人，那就先听我唱歌，好不好？逼不得已还是得坐在这边。好、啊，什么东西？等我？怎么会有泰文呢、啊？那个泰国的学生吗？乔生哦。好啦，我们先带来一首歌，因为。今天来的时候，然后发现在彩排有很多的同学或者朋友已经坐在这边，然后觉得这边很舒服，在草地上，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下歌单。对啊，我就想说要不要下去啊？可是我下去就是往后走、欸，前面三排就先看不到我。从前面走到后面，那就让这那从这边调了。中间要开一条路啊，要不然走到中间就没有路。要不然侧边也可以开一条，我就可以有支线往另外一边走。反正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我自己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首歌。这首歌献给今天非常特别的夜晚，带来第一首歌就是《好日子》。